伟老婆关悦晒近照身穿白色长裙太美了网友。像是仙女本人自从妻子的浪漫旅行播出以后，许多网友被张杰与谢娜这对模范夫妻圈粉了，其实娱乐圈的模范夫妻还有许多，而佟大为和关悦也是让大家比较羡慕的一对模范夫妻，他们在《玉观音》里相识，而佟大为也因这部电影受到打击而有些失意，之后关悦在他身边不断的安慰和鼓励他，最终让佟大为深深的爱上了他，并把他娶回了家。如今关悦已经为佟大为生下三个孩子，一家人非常的幸福恩爱。大家也知道，一旦女人生下孩子后，有些女人就会身体变形，那么生下三个孩子的关悦的身材就非常让大家担心了。最近关悦晒出了一些近照，打消了大家对她身材变形的担心。2018佳人中国风年度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，关悦也接到了盛情邀请，并参加了本次盛典，她的这些照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关悦的美丽吧。她的皮肤真的很白皙，今天穿的是一件半露肩白色长裙，虽然长裙长得快要落地，但是却遮掩不了她那苗条完美的身材，那纤细的 A4 腰根本看不出来她居然是三个孩子的妈妈。图片中的关悦并没有摆出任何应对拍照的姿势，只是随意的那么一站就很美，随意你摄像机各种角度拍摄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美，特别是这张单手叉腰的照片真是美得不可方物，而且特别有气质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关悦穿上这身洁白的长裙就像天上的仙女下凡了？因此有网友说，关悦完全是仙女本人，相信作为特邀嘉宾的关悦一定会为本次晚会增色不少吧。关悦能保持得这么美丽和有这么好的状态，应该得益于有个爱她的老公和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。大家可以经常看到佟大为晒出和老婆秀恩爱的图片。